爱看功夫电影的观众，肯定对片中那些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打星印象深刻。毕竟这些功夫女星是一道独特且亮丽的风景。今天就盘点一下电影中出现过的十三位武打女明星，曾经的她们个个气质不凡，每一位都是独特的存在。一起来看看都有谁吧。年轻时候的杨丽菁有着精致的五官、完美的身材，在香港一众女打星中都是格外引人注目的。她那出神入化的连环腿。 至今回忆起来，都不得不让人拍案叫绝。只可惜热衷整容的她早已今非昔比了。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轻了很多，但还是不如那些自然老去的女星看着舒服。在她整容这件事上，很多人都替她感到惋惜，觉得一代武打女星已经变得面目全非。如今年过半百的杨丽菁始终没有结婚生子。看过《武林志》《大刀王五》《中华武术》等影片的观众，肯定还记得这位神采照人的女中英杰戈,戈,戈春燕。 尤其是在《武林志》这部轰动了大江南北的功夫片中，歌春燕成功塑造了一位正义、贤惠且善良的巾帼女侠形象。她从十三岁起就开始习武，与李连杰是同一批被选入北京武术队的。经过众多武术家的栽培，歌春燕练就了一身好本领。她的舞姿柔而不媚，刚而不强，娴静中透着沉稳，是一位全面发展的优秀武术运动员。 他打的八卦掌步伐稳健，曾连续获得了五届全国八卦掌比赛冠军，还是首批获颁五英级称号的最佳运动员之一。近些年，他长期定居在新加坡，还在那边创建了八方武术培训中心，旨在为武术推广方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黄秋燕是李连杰的前妻，他们二人曾一同合作拍摄了《南北少林》、《少林小子》等影片。 她也是一位接受过专业训练且有真功夫的武打女性，只不过嫁给李连杰之后就选择回家相夫教子了。非常遗憾的是，她和李连杰的婚姻只维持了四年。李连杰因为励志而背上了抛妻弃,弃女的骂名。离婚时，他把一套没有还完贷款的房子留给了黄秋燕。因为手头吃紧，黄秋燕在朋友的推荐下跑到香港去学习美容，之后到旧金山开了一家理发店。 在国外，他邂逅了一位经营餐馆的老板，开启了自己幸福的第二段婚姻。前夫李连杰在他结婚时，以女儿的名义送给了他一辆汽车。多年之后，少林小子剧组在剧时，已经分别与他人组建了新家庭的他们相视一笑，算是彻底放下了彼此。罗福洛是经洪金宝介绍来华发展演艺事业的，他从十三岁就开始练习功夫，不仅精通多种武术，同时还是一位空手道高手。 他曾连续五年获得了男女同组世界空手道套路与器械组的冠军，至今这一记录都没有被打破。他和洪家班孟海那段没有结局的恋情，也曾是被观众津津乐道的一段往事。因为当年罗福洛向孟海提出了结婚，并想在婚后回国定居，那时仅二十六岁的孟海不想早早结婚，更不想随他出国，于是相恋了六年后两人便分手了。如今的罗福洛已经六十多岁了。 看起来保养的很到位，眼睛涂着深色眼线，样子变化很大，但是看起来依旧很年轻，身材也维持的非常好，这应该和他热衷做运动、坚持锻炼是密不可分的。回国后，罗夫洛开设了武馆，想把自己的一身本领传给下一代。李赛凤年轻时长得娇俏可爱，明艳动人，怎么看都是一个柔弱的小女子。 可是她算得上是香港动作片头号女星，曾与胡慧中齐名，都是相貌可人的霸王花，参演过不少动作大片。自九五年之后，她便淡出了演艺圈。因为从小就热爱中国舞蹈，李赛凤在香港创立了武艺坊。退出演艺圈后，她更是一心扑在了舞蹈艺术上面，教授儿童中国武艺，先后在香港和丹佛成立了李赛凤舞蹈学院，制作出了歌舞剧《妹》和舞蹈剧《兵马俑》。 胡慧中刚出道时就展露出了林青霞一般的独特气质与风采，不少观众都一致认为她是继林青霞之后的又一代女神。她在首部戏《欢颜》热播后就决定赴港发展，到港后她受到了成龙和洪金宝的青睐，继而成功出演了五福星系列影片。洪金宝又以霸王花为主题，给胡慧中安排了一些积极向上且充满质感角色。后来胡慧中还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，一下子成了内地家喻户晓的大明星。 如今的胡慧中再也不是欢颜中那个灵动的少女了，年过六旬的她看起来雍容华贵，魅力不减当年，只不过比从前富态了很多。随着年纪越来越大，胡慧中的气质早已超越了老年的林青霞，被称为健壮版山口百惠的西血美智子是健美冠军出身，她虽然表面看上去特别能打，而实际上她是最不能打的一个功夫女星，不过她是走得最远的一位外国功夫女星。 二零二二年，在杨紫琼的新片《瞬息全宇宙》中就看到了她的身影。她是八五年在香港群星贺岁片《福星高照》中首次露面的，健美冠军出身的她，在影片中饰演了一个穿着健身衣、大秀肌肉的女汉子，一过招就将胡慧中饰演的霸王花击败了。而饰演男主的洪金宝出场时，都没给他还手的机会，一拳就把他打倒了。吸血美智子是在一九九六年结婚后退出香港演艺圈的，之后她进军好莱坞。 以女特技师的身份继续着自己的演艺事业。二零二二年，在《瞬息全宇宙》中，已过花甲之年的吸血美智子出演了一个功夫高手角色，不过已经很少有人能认出她来了。有着“女成龙”称号的杨盼盼是有真功夫的女打星，她的动作潇洒灵动，腿功尤其凌厉霸道，拳拳到肉的打斗动作丝毫不输那些知名的功夫男星。很多人对杨盼盼的最深印象是她在八三版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演的穆念慈。 其实他塑造过许多类似的古装角色，只不过凭借这部剧，他才受到外界的广为关注。一九八六年，杨盼盼参演完《绝代双骄》后，就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里。再次跟观众见面时，他身边多了个女儿杨慈月。之后，他以单亲妈妈的身份，独自带着女儿生活。一九八九年，杨盼盼重回演艺圈，只不过那时古装剧已经没了市场。后来，他果断开始多线发展，将工作重心从台前转到了幕后。 将重点放在了影视剧集的制作上，事业上虽然很成功，杨盼盼的感情经历确实坎坷的。她在未知的情况下与一位已婚的男士产生了恋情，莫名其妙的就成了插足他人婚姻的第三者。待她知道真相后，肚子里已经有了女儿。后来她毅然斩断了孽缘，独自跑到国外将女儿生下，如今女儿已结婚。 他又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，大岛由佳丽在十六岁的时候就成了空手道冠军。之后，他便考入动作演员学校，成为了千叶真一的学生。无奈他在本国并没有得到认可，因为岛国的观众更喜欢那些清纯妩媚、女人味又十足的女性。迫于无奈，大岛由佳丽只得到国外寻求发展。因为看过成龙演的电影，他便决心赴港发展。这时，教他空手道的师傅苍田宝昭将其介绍给了洪金宝。 在香港，他如鱼得水一般，尽情舒展他的空手道魅力。有幸的是，他还遇到了自己的最佳搭档李赛凤，一个面部线条硬朗立体，一个却显得柔媚动人。两个人刚柔并济，先后在《霸王花》系列中多次合作，二人给观众造成的视觉反差感，为影片平添了几分新奇喜剧效果。在香港拍了六十多部电影之后，功夫片的热潮不再，拍戏时还意外受了伤，加上他和郑浩南的失败婚姻。 大岛由佳丽最终选择回到故乡开设武馆，如今的她早已不再年轻，但是由内而外散发着一种镇定自如的气质。毛英是一位和气道高手，练到了黑带三段的水平，一度被称为是女版的李小龙。她是被嘉禾创始人之一的邹文怀发掘入行的。一九七零年在嘉禾独立拍摄出品的《天龙八将》中，她因表现不俗而备受关注。一九七二年。 嘉禾为毛英量身打造了一部名为《和气道》的电影，就连李小龙都对毛英那凌厉的腿法大加赞赏。这是他首次担任主演的作品。为了宣传这部片子，他不得不四处奔走，结果就成了风靡整个亚洲的功夫女王。毛英的演艺生涯虽短，参演的却都是经典影片，就比如《破戒》《龙争虎斗》《铁掌旋风腿》等等。后来她因为结婚生子退出了影坛，婚后跟随丈夫移居到了国外。 并改行开了几家餐厅，日子过得富足且和谐。被誉为中国第一打女的郑佩佩，塑造过不少武艺高强的女侠角色，就比如金燕子、冷秋寒、燕来等。她还被报界评为武侠影后，可见郑佩佩是名副其实的集美貌与功夫于一身的武打女神。 一九七一年，她在事业巅峰期选择结婚生子，进而放弃了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。她嫁到了资产颇丰的豪富人家，本来以为相夫教子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荧幕上那么风光无两的功夫女神，却沦为了传宗接代的工具。除了替夫家延续香火之外，她还要尽职尽责的照顾一家老小的起居生活。婚后她怀孕八次，竟流产了四次。很少闲下来放松的郑佩佩。 在丈夫眼里还是算不上一个称职的妻子。结婚第十七个年头，他们的婚姻就走到了尽头。离婚后，她带着四个孩子返回了香港，在老朋友的帮助下，阔别影坛二十年的郑佩佩又复出了，并且成功迎来自己事业的第二春。不少内地观众都是在她二次复出之后认识她的。那时虽然她已没有了年轻时靓丽的容颜，但是演技炉火纯青的她，还是如从前一样深受观众喜爱。杨紫琼是公认的。 华人第一女打星，在荧幕上她的潜能似乎是无限的，或悲或喜，或搞笑或文艺，她都能信手拈来，并且在自己六十一岁时，凭借《瞬息全宇宙》获得了金球奖影后的殊荣。杨紫琼有着很多影迷，她的武打动作行云流水般，一直深受影迷的追捧。虽然出生在富裕家庭，但是她从小就非常有志气，认为能凭实力吃饭，就绝不靠长得好看讨人欢心。二十一岁时，在妈妈的鼓励下， 她参加马来西亚小姐选美竞赛，并一举夺魁。她是顶着选美冠军光环出道的，借着拍广告的契机，正式与一家电影公司签约，成了一位电影演员。她参演的第一部戏是洪金宝执导的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，因为她长得好看，所以在里面饰演了一个柔弱的女教师。本来她是可以靠脸吃饭的，毕竟她的颜值很高，又极具辨识度，但是她却主动改变戏路。 跟着迪威学习拳脚功夫，因为他从小学习过舞蹈，半年后就初见成效。在之后参演的《皇家师姐》中，他不服输、敢拼、敢闯的劲头，给自己迎来了名气，一下子就红了起来。火了以后，他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在爱情与事业之间做抉择。杨紫琼也曾无比苦恼过，后来应男友的要求，他选择息影结婚去了。 可是婚后，她过得一点都不开心，处处依附于夫家，她觉得失去了自我。于是结婚三年后，她主动提出了离婚，恢复了单身之后，杨紫琼重回大荧幕，在《警察故事三》中，她出色的完成了各种高难度动作，凭借这部电影成功晋升为香港第一女打星的宝座，也拿到了女演员中最高的片酬。屏幕上的她英姿飒爽。 其实也经受了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伤痛。杨紫琼是一位很会演戏的打星，她知道即使动作再漂亮，观众连着看几分钟也会乏味。后来，她就努力的提升自己的演技。近些年，虽然她的作品获奖情况不佳，但是参演了《瞬息全宇宙》后，她一下拿到了多个表演奖项。在余占元的众弟子中，元秋作为大师姐，是一位大器晚成型的女打星，在同门师弟们火遍大江南北之时。 元秋始终都是默默无闻，因为演艺事业始终没有激起什么大的浪花，所以元秋在二十四岁时候就去结婚生子了。直到周星驰邀请他出山，元秋才迎来了属于他的辉煌时刻。年过半百以后，片约反而变得多了，这是他自己都没有料到的。 在不少电影和电视剧中，他均有不俗的表现，尤其是他在《四世同堂》中饰演了原著小说中最抢眼的人物大赤包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在所有师兄弟当中，袁秋似乎和袁华的关系最好，荧幕上他们二人只要有合作，演的一定是夫妻。细心的人肯定也注意到了，他们二人经常牵着手参加活动。晚年的袁秋过上了他最想要的生活，那就是儿孙绕膝，尽享天伦之乐。